不这样。后来发现压力比较大。上一打两百。从那边上。半个钟头要吃半餐，了不起啊！因为我常常在骑，我从内湖，我常常骑到那个东华南路上有一家一元堂，那个喝胖了红茶，我们同学也都在那边喝红茶。那我就这样骑了，骑了骑了20分钟，老板路隔壁的。哎，逗啊，逗啊，被你开始，被你开始不要了。你把我骑呀，当我是一趟，差不多吧，我两分钟。大概都没有接触。